我们就像眼前的这些大叔，虽然一起长大，但一生都隔着那种距离。夏沫，不要！你这样纠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对不起，亚翁。 不要管，谁也不能欺负你，谁也不能。不许再靠近苏亚华，靠近了又怎样？放手！把你们这些人全都杀掉，就算一辈子烂在牢里面。 也没关系。夏沫，我们要骑到什么时候？夏沫，别扫兴。下辈子我们一定会遇到，那时候我一定当你。